领导，各位嘉宾，同志们，朋友们，在这金秋送爽、硕果飘香的喜庆日子里，全省首批100名福利院脑瘫孤儿治疗康复取得圆满成功。明天计划，河南省脑瘫儿童治疗康复定点医院及全省福利院脑瘫孤儿救治项目启动仪式在泸州市金庚康复医院隆重举行。据了解，脑瘫患儿的根本治疗医治目前尚是一个实践性的难题。泸州市金庚康复医院挖掘祖国中医药宝库，运用祖国传统的中医药加现代康复理疗的方法，在医治脑瘫患儿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经省卫生厅安排，河南省医学会的领导和嘉宾有河南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杨云同志，有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孟超同志，有平顶山市委副书记冯新同志，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建伟同志，平顶山市政协主席裴建中同志，河南省医学会副秘书长杨亚辉同志，河南省民政厅办公室主任梁浩国同志，平顶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王雷同志，泸州市委书记李全胜同志，泸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韩子敬同志，泸州市市委副书记张灵华同志，泸州市政协主席李三杰同志，泸州市民政局局长刘太斌同志，还有全省福利院的院长、金庚医院医护人员代表和部分全域的残疾儿童代表，以及新闻界的朋友们，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光临。下面挂牌启动仪式正式开始。仪式进行第七项，请杨云厅长宣布河南省福利院脑瘫孤儿救治项目启动。我宣布河南省福利机构脑瘫儿童康复救助项目启动。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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